我要谈的圣经记载伫《哥林多后书》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。我来读。所以，我对大义人无照肉体捌人，虽然捌照肉体明白基督，但以后不搁安尼捌。所以人啊，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人拢变成新的。各万行事拢出自上帝，伊对基督予咱甲伊搁好，也将即个困难甲上上帝搁好的积分予咱，就是上帝踮伫基督，予世界甲伊搁好，无将因的罪过拄伫因，也将搁好的道理沟通。安尼，我为着基督做轻车，亲像上帝永远肯定。我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搁好，上帝予迄个无罪替咱成做罪，是要予迄个点子伊来成做上帝的伊。以上，下面咱要来。